中共游说澳洲议会，帮助其加入一个主要的区域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在游说中，中共一方面描述中澳贸易有多强劲，另一方面却避开提及北京对澳洲产品实施的数十亿美元报复性制裁。澳洲等十一个国家于二零一八年签署了 CPTPP，英国、台湾、泰国以及中共都表示有兴趣加入该协议。 就在中共向澳洲议会提交文件的同一周，澳洲台长乔什·弗莱登伯格表示，澳洲必须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对中国这一最大贸易伙伴的依赖，并警告企业为与中国的最新紧张关系做好准备。弗莱登伯格九月六日在堪培拉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最近试图针对澳洲的经济，这不是什么秘密。”中共大使馆在提交的文件中强调。 中澳经济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但却避免提及中共去年对澳洲实施报复性关税。在疫情肆虐全球后，澳洲去年带头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国际调查，中共随后以贸易制裁进行威胁和报复，对澳洲龙虾、葡萄酒等商品实施高额关税、禁运等措施。中共还对澳洲农产品进行海关干扰和所谓的倾销调查。 澳洲指控中共这些做法具有政治动机。澳洲外交和贸易部在回复质询时表示，将 CPTPP 的成员范围扩大到十一个原始签署国以外，将有助于澳洲实现出口市场的多样化。日经亚洲评论今年二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析称，英国如果加入 CPTPP，可能会阻碍中共的议程。文章称，英国在脱欧后。 正向中共的后院亚洲进军。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正在推行全球化的英国的理念，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考虑到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英国贸易额的上升，亚洲自然是该倡议的重要目标。日本对英国申请加入 CPTPP 表示欢迎。日经称，如果英国的 CPTPP 成员资格在中国之前获得批准，北京可能会发现大门对其紧闭。 尽管去年四月，在莫里森政府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后，中共对澳洲发起了一系列的贸易胁迫和报复。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在铁矿石价格上涨的推动下，澳洲出口额激增至新高，达一千零三十亿澳元，其中对华出口创下了惊人的新纪录。上半年的出口比二零一九年前六个月的记录增长百分之三十六。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 在中国货物进口总额中，从澳洲进口的份额也创下历史新高，达到百分之六点一。悉尼科技大学澳洲关系研究所所长罗振教授说：“对中国的商品出口总值不仅超越了以前的最高纪录，而且还打破了纪录。作为炼钢的关键原料，铁矿石继续进入中国，在海关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中国钢铁制造商的巨大需求。” 加上竞争对手巴西的铁矿石出现供应问题，使澳洲铁矿石出口在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最糟糕的时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铁矿石从澳洲进口。澳洲前驻华大使瑞杰瑞说：“这对北京的战略和国防规划官员来说是一场噩梦。”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说，新的贸易数字显示。 中国迫切需要实现铁矿石进口多样化。该报称，铁矿石价格的快速上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钢铁生产成本，使钢材价格和其他下游生产成本上升，这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然而，澳洲的铁矿石远不是中共唯一关注的进口问题。新的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是台湾。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百分之九点一的中国货物进口来源于台湾。台湾的半导体行业是中国大陆科技巨头的主要供应商。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接下来的五个中国最大进口来源国是其最大战略对手美国的盟友和美国本身。日本以百分之八的份额位居第二，其次是韩国、美国、澳洲和德国。罗振教授说：“中国与所有前五大进口来源国都有政治争端。” 他说：“显然，贸易与中国的一些政治紧张关系可以共存，但是没有其他出口国像澳洲一样面临着如此广泛的贸易争端。与铁矿石一样，液化天然气作为澳洲对中国的第二大出口产品，没有受到干扰。中国生产商所依赖的另一种资源——澳洲羊毛的销售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购买了澳洲出口的约百分之九十的羊毛，成为澳洲羊毛的最大买家。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不要忘了点击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